这是白依安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第34首，刘宗元曾指超师院读禅经，机警疏寒齿，清心浮沉浮，闲时备夜书，不出东斋读，真源寥无曲，忘机事所足。前言机可明，善性何由熟？道人停于静，胎色连生足。日处勿露余，青松如高木。淡然离言说，勿曰心自足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